来一个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一个梦魇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已经记录下了我的犯罪记录，这叫什么犯罪记录？我才是你的恶魔。这最多也就是探索未知的艺术。全军出击！我还不能有点求知欲了吗？我还不能探索探索了吗？生命在于探索。那我能让你活吗？你觉得？呀！我操，生了！一换一血钻，只要换了就血钻。梦魇来个啥呢？梦魇还是挺近吧，要我说，挺近。黑切15。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心猥琐呀！这轮还行，细节还可以。我们看看这只鸡能杀不啊？这只鸡没蛋吧？没蛋。哎呀，这也没地方去呀。他们家没打野呀？那没打野，这野区我都给他收了，我就收野吧。线上盖轮不好杀，我们就收野。你已经累了吗？来一首梦魇打野，吃到经验了就行了。再见，我们回到线上，他追不上。这地方让我觉得恶心。Shut down。你有病是吧？你还跑过来还堵我来了。
我致命节奏对我的小伙子。吃个躺皮儿，盖伦应该没闪现。追啥呀？追来，追，使劲追来。追追呀、啊！你他妈追，快点的，使劲追，你给我追到家，还一直追呢，还我看能追上不？黑吧，好吧，被我一个打。恐惧查眼儿闪现再现溜了回解，回到线上，恐惧，耗点盐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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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波没有大招，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怕他。抽一下，拔换溜接恐惧，恐惧。哎，怎么没恐惧呢？他没蓝了吗？这边咋没蓝了呢？蓝不够，靠，差了十点蓝。打个红的，你去帮我守个塔，我把这红拿了。我觉得我可以杀他。杀不了我，没事，给我贴个膜啥的，哎。
俄罗斯 MVP， 你一说俄罗斯我就想起来了，俄洛伊你知道吗？俄洛伊就俄罗斯。看看下路德莱文肥不肥，德莱文挺肥的，却把德莱文杀了。没意思，天天乱杀角，打点四金绿敌的角好看点。行，嘿吧，挖大宝小把戏，滑了滑了滑了。对，女枪搁塔下跟他打字儿，完事我呢在这拆塔皮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滑了，回家了。来，把战士弄点。要打点势均力敌的角儿呗，那我们就峡谷之巅。但是峡谷之巅，哎，峡谷之巅打的更生气，我感觉属于是自己去找罪受，你知道吗？快不快？减速，哎，上当了，减速，闪现，这不飞一波盖伦？算了，他有大可。
给视野的。嘿吧，耗点盐，15回血，双杀。来个黑切吧，这盖伦怎么拆个没完了呢？还我都没说拆你二塔，你拆我二塔。居然把我二塔给我拆。这盖伦还可以，有点东西，但东西不多。等一下啊，你说啥？今天给你拿过来的能，不用害怕啊，硬杀！我刚才恐惧给谁了？我没给福爷哥吗？往哪走？中坑就死。哟呵，摔倒回去。你给他踢回去，追他！今天不把他追死，你这个蛤子啊，怕死啊！哎，他都给你斩了，你这我说的吧，我就一顿划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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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个红想跑是不可能的，一顿划了。咋那么狂呢？这福爷哥，狂什么狂什么狂什么？小法师要打我呀，我有大影魔刀，黑吧，你有大吗？你跟我打，打不过溜了。盖伦这么用，减速闪现，左边有德莱文给我截住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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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甲有点克我呀，我得赶紧来个黑血。啾啾啾啾！减速！哎，挡掉！来贴膜！
来一下，棒棒啦！他们家那只鸡，我还一回都没杀过呢吧？没杀过冰晶凤凰，出个啥呢？出个猿猴。先杀谁呢？先杀佛爷哥，老佛爷，黑天马。这只鸡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扣把它推拿给它推死，小法西这么狂吗？嘿吧，先杀德莱文，我有大影魔刀，这叫战士梦魇，我在等大招，你在等什么？你先别着急呀、啊！啊、哦，赏金猎人这么想赢吗？我就不让你赢，我就折磨你，我折磨王。你吓人呢，一打四能打吗？这波尝试一波，兄弟们，是个粑粑。被谁给杀了？荣耀行刑官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的嘴呀、啊，旁边裂开了，但是我又必须得吃东西，我只要一吃东西它就裂，它就疼，所以我感觉它永远也好不了了，怎么办？
我要想让他好，我就不能动。绝症，可不绝症了吗？无解了。哟，我靠！马应龙，我抹了唇膏，没啥用啊。